经常要往返车站接送亲友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花莲县警察局为了防堵火车站前的停车乱象，特别针对第一车道急停急离的区域，要架设科技执法设备。民众未来，只要没有依照规定停放车辆，或者是临停超过三分钟，就有可能要吃上罚单。 每到载运的巅峰时刻，花莲火车站前总是会涌入不少接送车辆，但预设的停车格有限，部分民众也不肯多走路，时常会造成停车乱象。为此，花莲县警察局特别针对低车道急停急离区域架设科技执法设备。鉴于本县火车站站前常有违规停车及接人车、呃违规揽客情事，影响行车顺畅及接人车排班秩序，本集。 已于一百一十二年底完成建置花莲火车站站前第一车道自动辨识违规停车科技执法设备，本局依据于今年的农历春节前启用执法。如果民众有上下乘客需要，请务必配合第一车道标志，载送离站乘客。 车辆即停即离指示办理，以及红线黄网线不要停车。民众未来只要未依规定停放车辆或是临停超过三分钟，就有可能要吃上罚单。而这套设备预计在农历年前就能启用。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也指出，在上个月新启用的站前停车场共有九十一格汽车停车位，收费每半小时十元，每日上限最高一百五十元。为了鼓励公共运输，除了提供转乘停车费减免之外， 另外也有临停未满三十分钟免费的优惠，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记者徐丽琴，华联时报道。